到科门，就是逢甲最好吃的蛋饼了，我自己觉得，因为他们的加的比较不会那么油，比较好吃，而且你看是手工做的，现做的，然后它这四种口味，原味、起司、猪肉、起司、牛肉、起司。这个现在在这边乱的，这个是老板。乱。我来乱的。然后跟认真那个是工作伙伴。我来乱的。然后刚刚传动的客人，我带他们来。然后这是跟他们朋友。好朋友。我刚才穿鼻洞呢。看，我把它穿这边。站好。我讲了马屋啊，你妈！你讲了马屋？拆光了啦！你要来，叫我帮你穿吗？蛇环。前提要蛇环、鼻环哦。你们可以去那边看，那蛮好玩。它这种的可能你们一般外面比较不容易吃到这家。因为它就比较好吃啊，因为它比较不会那么油，快失传了。南面要雪，有南面要雪，只是没人要做而已，是很多人要水没人要做。你要传承下去呀、啊，累累什么？赚钱没有累不累的了？你不喜欢赚钱啊？那给我。